是可以的。还是有点暧昧。你看一下价格，你觉得价格有点暧昧吗？等一下哦。来，买狗继续动。这样可以。行行行。好。那我们要，你要让他走一次，然后我们就 roll。我们可以直接 roll。哦，好，那就是你。那你跟他讲一下，他要怎么走。好，轻轻就从这个位置，然后打开。回头看一下，不要乱交。现在还没乱贴。现在没交吗？那你拉之前先，看一下。他关起来就没那个。不能让他真的关起来，但是你还是要。我等下会拉的，就是你要拉开之前，你先这样转一下，我才会知道，我会松。然后声音也会需要你，你可能是要压一下。OK， 然后他就只是这样子要到外面吗？走出来，然后回头看。你要到外面吗？然后要走进去，最后走出去，然后合上。先手机在那留。小心。你好了，你好了，来厨房那边。我那个要问你一下。我们这边好了。那我们就是。你是想可以站一下？那我站在那里。嗯，累。那这里的窗户可以关吗？这里窗户是关的吧？上面没关。这下窗户是关的吗？你刚刚在山旅国的时候是关的吗？没有，刚是开着。你们要打开吗？关。哦，我关了。上面的是不是还是开着？对，上面是开的。那就，是对。谢谢。没事。那我喊了。那你们等下可能要有个工。哇，我的影子。要开直播，就是要刷那个。好，轻轻头发，这个拨一下。感觉。他有点掉飞起来。轻轻。哦，我应该站在外面才对。我要拉我一下。对。我这位置 OK 了吗？可以。OK。对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你要回来。好，全场准备。Action。好，他是不是看的位置可以再近一点？对。外面的话可能不能。好，对，好，那我再叫外面听一次。等一下，你开门的时候，就是你开门之后，你可以接我走。就是你刚刚是在这里回头看，亮点太暗了。来这边，门是大概开了三分之二的。好，这里。对，回头看。对，那再一次吗？对，是，对，好，那你头发再拨一下，你这边掉下来。